就是这个人已经不符合当我女朋友的标准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够感才给力，采访变综艺。你好明星，你好天秤座，通道大叔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赖冠霖。我是天秤座，原来我是这样。第一秒喜欢，第二秒生气，天秤座被动可能安慰。哦，细微的照顾也许不代表喜欢，只是天秤有礼貌。就连照顾都不会照顾，不喜欢干嘛照顾？那我不生气，谁在生气被抽风呢？嗯。长了一张弟弟脸，天天有颗做哥哥的心。看人吧，这局一般。零开拓让我想做哥。长得好看是天秤所有的必要条件吗？真的，那你哥就很好看。恰巧吧，一直被模仿，从未被超越。这个我还没办法评断，我的地位还没有到那样的情况，所以举个模糊的吧。朋友可以共享，喜欢的人必须占有一百分。你说的这个是以天秤座的角度去思考还是以我的角度上？你说的这个是以天秤座的角度去思考还是以我的角度上？没有，没有太强占有欲。每个瞬间。客观说一下自己复习在男艺人中大概什么水平？没啥水平，最后一名。男生撒娇和女生撒娇对男生有什么区别？对我撒娇啊，那不好意思，不要来找我。男女都不可吗？我这不是性别问题，是我喜不喜欢你这个人的问题。你心中什么样的女生算可爱的女生？讨喜的女生就是可惜。讨喜的标准就是她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好，剩下的不要为了引起我的注意而做什么事情。关于初恋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？初恋那会儿什么事都挺浪漫的。放弃挣扎都挺浪漫的。如果喜欢的女生问你说我可不可以踩在你的限量球鞋上闻，你会怎么回复她？这逻辑很奇怪，为啥要踩在人家鞋上闻？就我弯腰不就行了？为什么要站在我鞋上闻？这逻辑就是这个人已经不符合当我女朋友的标准了。对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哦，我的宝贝。什么情境下会激发你超 A 的一面？什么是超 A？ 没有吧？我比较佛系，一切以稳为主，不会有什么突然爆发。就那种感觉，就那种感觉，也不对了，这么说也有点奇怪啊。没有，我不。是有很奶的瞬间吗？你自认为？有吧。那你为了防他的二斤造句。赖冠霖家的房子塌了，所以他为了逃跑瘦了二十斤。坐在五野三的车上，喜悦和恐惧也更多一些。恐惧，我为什么要有喜悦呢？我不该有喜悦的理由啊！主要是那路很陡啊，那就是恐惧。明星迎接导演挑战，视情况分别举牌。我敢和任怂，任怂超过两次即认证为怂王。之前吐槽自己自拍掉粉，导演挑战一周9宫格自拍。啊？这是啥？戴那个吧，黄色的那个。这样戴可以吧？关于你颜值的夸奖，听吧、啊、你说啥？想象中这那就是我妈的朋友见到我，然后说哎呦怎么生的这么好呀，就是对隔壁阿姨不是都会这样吗？哎呦这孩子真有出息，哎呦这以后当大明星了哟，哎呦皮肤这么好呀。敢不敢挑战用5种语言说我喜欢你方言可以？嗯，试试看，挑战。我喜欢你，I like you, none or try, what guy it is? 我稀罕你，我稀罕你，稀罕你。写一封赖冠霖是三行情书吗？哦，那简单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敢，肯定敢，就你感觉就像我会做的事情。请问你喜不喜欢我？敢不敢欣赏标题为赖冠霖绝对不要点赞的视频，然后还要点评？我敢。
想要好玩、好准、好犀利的星座，就看同道大叔。初恋那件小事将在10月23日湖南卫视《青春进行时》以及芒果 TV 来跟大家见面了。希望这部剧能好，希望这部剧所有演员也能好，希望我赖冠霖大家能更多的去期待、去关注。谢谢大家。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。哎，对，天秤座特爱洗澡，我也特爱洗澡。出门前，不管之前洗没洗。要起一个就很拉风的名称，然后起什么？Hakuna Matata.